看他这上面也掉的水掉时间太长了，他的血管就硬，他打不上去，留着忍，知道吧？那现在还能打针吗？白雪，我都快认不清了。白雪面上，夏天我能认清，夏天眼睛大。有点毛弄出来，要。白雪最近有点热情。你看豆豆，豆豆都是总得比人家要强一点。人要扒身上吧，他得站得更高。我跟你说，对，这是豆豆的特点。两天没咋见我们，是不是想了？我们去赚钱去了，给小幸运看病呢，还有个小幸运在医院了。哎，还得过一梦，还得做手术。哎，大王，你这几天你干挺不错，你挣多少钱了？我这几天加起来，我看我手机好像得有个7倍多了吧。那行，我干两天，有个200多块钱，不到300，因为中间还得上次来嘛，所以说。就开的比人家稍微少一点。对，我算算。你算算，看看幸运那个，咱得给他准备医药费了吧？嗯。因为等把医药费给他存存，差不多都能做手术了。现在手里差不多有5000多块钱了。就包括咱这一段时间的。就这段时间拿一块。属于干活的。这还能干呀？这两天。对。还能再去干。有5000多，但是还得那还不够呀。不够，这已经不错了，这都5000多块钱了。反正小幸运整个费用下来大概得在1万多了，住了有引起了吧，又打了引起的这个全款的针，得有1万块钱呢。打个电话问小幸运能做手术了吗？行，能做赶紧做，因为早一天做能早一天出院，不然反正老是搁那也省一天费用呀。对呀，咋都干完呢，慢慢。这两天没怎么见咱，都快想回了。你看，你看他鼻子还不长，我看有一点绒毛了。你看他鼻子上长出来绒毛也好看了。是的，都是小睫毛，你看哈，是吧？睫毛多长。我想问你，就是俺那住院那个小幸运，他现在怎样了？他的腿，他这上面也掉的水掉时间太长了，他的血管就硬，他打不上去，留着忍，知道吧？那现在还能打针吧？现在只能打小针，还掉不上水。那他的那个全纹恢复到正常了吗？病毒？那得测指标。再测一下指标。大概得多长时间？就这两天吧，能长上就直接做。啊，对，等他养好了，能打针的时候再做吧。行，行，好嘞，陈院长，那您先忙吧，乖。好的。他那个病毒含量还得再测，上次查完是上回的，这回再测是再回的。还得再测。然后就主要现在他打的留置针，就是那个血管现在不能滴了，不能滴了，那再养养吧。他到时候他一开刀，他一做那个手术，他绝对他里边都得肿。中你要不打小眼针，他下不去。再加上他的全纹还不知什么样，让今天再做吧。本来小幸运都挺惨的，本以为这一天两天的事再大了，再厉害了。行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最美路上，我是圆圆。这两天大家是不是也看到了？我和大姚两人呢就比较忙，给大家直播的时间呢有点短，而且也不固定。我们和大姚一块儿去做临时工了，想着给幸运攒那个治疗费嘛，因为
小幸运还有个手术没做，他现在在医院也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。大家呢也都挺关心小幸运的，有好多朋友呀、都给我打电话，给咱们发消息，就询问小幸运怎么样了，也都比较着急，就是说小幸运的手术什么时候做呀？刚才嘛也给陈院长打过电话了。目前呢就是他因为全文那个治疗嘛，打了现在差不多有3个多星期了，那个血管有点不太好扎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咱们手术就是再往后那个吧，再给他养养吧。幸运说实话真的挺可怜的，刚开始是吧被他的前主任虐待殴打，真是都折磨得奄奄一息了，好在后来被咱们救助了。救助回来之后呢，刚开始是有炎症嘛，给他看好了，在医院也住了很长时间，看好了之后带回来，后来又被检查出来全瘟，一直到现在。这段时间呢一直也是在医院住着。但是呢我同时我又感觉到有这么多的好心人，有这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关心幸运，特别的爱他。虽然说小幸运是不幸的，但有这么多的家人们一直关心着他，疼爱着他。在小幸运住院的期间呢，也有好多好朋友给幸运送肉呀、送吃的，给小幸运买了好多的那个补品，还给他买了好多的药，也得到了好多朋友们的那个关心。但是呢我觉得他又是幸运的，也感谢大家对小幸运的疼爱与帮助，我替幸运谢谢你们啊，谢谢。不练习忘了，豆豆现在以前豆豆可厉害了，来，真棒，豆豆真棒，豆你走着走那了，很漂亮，你上哪条冰了？对，因为前两天一定下雨，想出来没法出来。再说咱昨天的打扫卫生，你到底打扫卫生里边吵不吵呀？他们这样一出来，好多了。